Hello，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机场，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回厦门。突然临时说有点事情要回去办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厦门，回个几天。对，前阵子还说，我感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，没想到立刻就回去了。嘻嘻，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机场，然后准备登机了。厦门见。Don't wanna know, no, no, no. Who's taking you hom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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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loving you s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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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.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. We don't talk anymore. No, no, no. We don't talk anymore. We don't talk anymore. S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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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.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. Oh, I don't wanna know. Wasted. And the more I drink,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.Hello， 我已经到厦门了，我现在脸上都是油的吗？然后我姐她刚刚她超贱的，我姐她已经走了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她生日，所以她一下飞就立刻跟她朋友出去过生日了。然后我现在拖着行李，然后准备回家啦。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空气，让我再大力的吸一口。晚上立刻买杯奶茶。拜拜。明天见 ，Hello， 同志们，嗨，我现在妆已经化了吧？我在出门2个小时，我、oh, 好惨哦！我一回来我就喉咙痛，我就喝了一整天的粥，然后昨天我跟我朋友出去，但是我就没有拍 vlog， 因为好累哦。然后今天还是要跟我朋友吃饭，因为回来办事只要一天嘛，然后这两天就开始疯狂想吃东西。我原本以为说我回来我会吃超多好吃的，结果喉咙痛很惨，但是我现在快好了。然后我姐她已经她只回来一天就回去了，因为她要上班。好热啊，热死我了。我鸡蛋汉堡在哪？我朋友7点才会过来吧，现在才4点多，我都先过来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很无聊。然后我刚刚去买错内，他已经被我喝完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碰到一个超可爱的妹子，因为她是我上一号嘛，然后她就默默地站在我旁边，然后要拿奶茶的时候，她对我说一句嗨，她对我说一句你是黎黎吗？然后嗨，超可爱的她。我每次买错内都会碰到人，都会被人家认出来。可能你们都和我一样很爱喝错内吧。哎呦我的妈，这风吹得我脸很大。然后我这两天更惨，回来的时候忘记带香水，然后我也忘记带眼线笔，所以我这两天都是没有眼线的莉莉，看到了吗？对焦。所以我这两天都是没有眼线的莉莉，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赤裸。好烦哦，又有好多人啊。又有好多人。Hello， 我刚买完鸡蛋汉堡过来。我来到米茶。Hello， 我来到米茶，点了杯霸气橙汁，然后准备等我朋友过来。现在是5点多，我刚刚排队等了好久的鸡蛋汉堡，然后刚买鸡蛋汉堡的时候又碰到人了，就刚好有两个妹子在那边买鸡蛋汉堡，然后他们就看我，然后本来刚开始他还是觉得说是不是我，然后我就看着他们。拿着手机，就是一直看我的视频，然后看我，就是要确认那个人是不是我嘛。然后最后我就想说，他们确认完了吗？可以过来跟我打招呼了。然后最后他们就过来了，过来，然后就跟我说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，合肥过来的，然后是看了我视频，然后过来这边玩，然后把我视频，因为我不是有一期做那个厦门小吃的嘛，然后他们把我视频里面全部都吃了一遍，然后问他说好吃吗？他们说好吃。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的满足，很开心。就怎么说，就真的很开心，说我做的视频，然后大家有看，然后还要去种草，然后去打卡，发现都还不错，所以我真的蛮开心的。好久没有吃到，好好吃哦。我等了好久，不是花掉了吗？没有画眼线怎么还花掉？超好吃的，
点了，我朋友已经过来了，他在停车，我们打算去吃烤肉。耶、我突然好困哦，我妈困死了。哪个好看？我都没擦、啊，不都一样？哇塞，这种就 cosplay 的就不要了。明星什么鬼？哎，吴亦凡哎，哟，满足你的愿望，哟，来一张，来一张。我跟我朋友吃完饭之后来按摩。哇，很痛啊，这个哇。是在下没有啊？是在上面。如果他去刚那个地方，这边太亮。哇，好痛 ！Hello， 早上好，我现在要跟我朋友吃饭，然后我现在整个人怪怪的。我现在要跟我朋友吃饭啦，我觉得我睡眠好重，因为我昨晚失眠，五点多还睡，哇，困死我了。哇，我的妈，我好累啊！我走了好久还是没有到，刚晚一个站下车，于是我又走回来。我朋友骂死我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，菜都点完了。就是迟到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很恐慌，我的妈！百年难得迟到一次。啊，我好饿，我好饿，我好饿。你助理了，好，那是去我们家前去那附近找个什么饮料店，有吗？对，我们王总找个附近饮料店是有，但是我都没去。我们王总要喝奶茶，好嘞，啊，把它开去奶茶，还有秘书小啊，我超喜欢这首歌的，是我那天刚好日推推自带 BGM。美女、啊、小胡转头转身转头，我的司机在帮我付车费了。王总，王总 say hi。 嗨，不行啊，王总不能有这种没气势。他重新来，那个你来，你低头回去。王总，哎，我的小胡同志他妈妈送了我月饼，谢谢你妈妈。这家里面一直推荐我的，不是月饼，宝贝，不然是啥？蛋黄酥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他们一直推荐我这家很好吃，好吃啊。但是我没有买。这个确实。耶耶耶！你拍我干嘛？你每次都让我措手不及，你怎么在拍我？哇，他刚才好像说我们要在你家门口拍一个那种躲雨，刚刚那是你说的，躲雨的那个躲雨的 vlog。对，要那种浪漫的，好浪漫，有气息。我说，人生难得有几个还那个什么，坐在咖啡馆里装逼的姐妹，不如几个能在街上一起疯傻的。好了，不要非主流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朋友真的是，然后所以说拿下，有点可爱。哎呀，我朋友真的是很可爱哟。放到我拍出来再放上。在那边闹，站了一下嘛。
半了，同志们，现在是6点多，我们的司机同事他有事先走了，剩下我跟我的老板，然后我们来吃日料。好累哦，每天都好累哦，跑来跑去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可以急哦。我明天就要走了，我明天就要离开厦门了。泡杯茶，哇，好烫。说他回家了，然后我跑来中山路，原因是因为我要买馅饼，我要去买那个椰子饼，然后寄给我朋友，所以我特意跑过来，好远哦，我的妈！然后现在买完之后，我要准备去买个肉串吃。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沙茶肉串在哪里。这边不是步行街的入口吗？然后进来有个拐弯处，看到了吗？有个升平路，然后它就在这个巷子这边。然后这边是肯德，前面是肯德基，懂了吗？找对了吗，同志们？因为好多人都跟我说，他们找了半天，其他都找到，就这个肉串找不到。他在升平路，记下来了吗，同志们？要自己拿来装起来。装起来。要不辣椒？要。等一下我给你弄。好。很大。嗯。给你多少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我买完那个肉串，想说单吃太干了，于是我跑来买了个卷冻。我觉得我实在是，这超好吃啊！这超好吃啊！然后我这两天 vlog 没怎么拍。因为好累哦，因为生病，不过今天也快好了，但是生病没有完全好，不能吃这些上火的东西哦，我是一个不良示范。然后好好吃的那个，我好久没吃了，好吃。记住哦，这家在升平路哦，不要记错了。另外那家叫好香里脊，是白色的，那家也很好吃。这些摩洛哥我感觉应该时间蛮短的，因为没怎么拍。我想我第一次吃这家肉串什么时候忘了？我前男友带我来吃的吗？不知道。好啦，所以这些胡萝卜到这边结束吧。我今天晚上吃了好多东西哦。我今天中午吃那家餐厅叫鹭江九号，蛮好吃的。他们家那个意面很不错。然后不过他们家老板还开了另外一家店，已在厦门开了很久很久了，是一家阁楼私厨。他们家的蛋糕也挺好吃的，你们可以去吃看看。好啊，那我们这期博客到这边结束吧。所以啊，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，请记得干嘛？记得给我点个赞，然后再关注我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好啦。